那你先表面。因为被要求竖屏，那就充不了电了，那没电了就拜拜。我以前觉得这首歌，就是我第一次录的时候觉得不好听，就是那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麦克风和水月会觉得很怪。橘色的衣服，哎，为什么有点卡？快，他橘色的衣服。然后他的毯子，等啊，看他中间露出来的这一块是他的肉，我给他调一个肉色出来。肉色很难的，肉色应该是那种浅粉嘛，白的加红的，这样很难的。特效不是我开的呀，是谁搞的？不是我搞的。哎呀，不会弄，算了，我不会弄。加点白的，加点黄的，再加一堆堆红的，炒了一个肉色，给它涂一涂。有点怪，我觉得这个圆圆的没刷到手，下去给它涂一下吧。脸也给他涂一个吧，
OK。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东西涂不了一小时，现在我发现真的真的可以涂一小时。愿公会祝福我吧。我也觉得很卡，为什么？这个 PK 是个什么？哦，妈呀，我的颜料反了。他是抱了一个葫芦，他的葫芦应该是土色的啦。哦，这里有个土色。的脚印，让我好想你，是你。那些未知背后的命运，这个颜料好稀哦。还是有点好玩，建议大家也可以。刚刚说建议大家也可以来一个来玩一玩，然后我的笔掉在我裤子上，气死我了。有的眼泪擦掉了。在你身边继续闪耀。这个涂色太细了，有点不好看，真细。然后发现这个很难的一点是，你不能随便乱涂，就是你得顺着一个方向，不然它干掉之后会有痕迹。现在我这个葫芦上是有乱乱的痕迹。还有一刻钟，我要在一刻钟之内把这个涂完。
然变成挑战，一个小时之内涂完这个东西。涂这个，就是像它的一个盾牌一样的东西。涂的完了，马上就涂完了。然后把它这个底座也涂一个吧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底座是个应该什么颜色，涂一个吧，涂个土色的。突然发现这个不是土色，它就是有点金金的颜色，应该是涂它那个伞，就这样吧。它的毯子应该是什么颜色呢？一个紫色。它这个包给它涂紫色吧。感觉这个金色是应该就是再涂一点，然后亮晶晶，就是叠涂的。看我涂一下这个碎叠涂的效果，然后就晶晶的。刚才还说这个涂色漆，它其实是叠涂的，就亮，让它那个亮亮的，有光泽。看这俩碎，一个涂了一个没涂，看，这个亮一点吧，这个叠出的那个金色的。好看。现在这个金色应该最后涂的，
OK。还有这个面具，这个面具应该涂什么颜色呢？嗯，面具涂黑的吧。黑色的要仔细涂，因为很容易涂到别的地方。看，现在是不是人形出来了？看看，人形出来了吧？哎，这个。因为没有看过这个就是样本，不知道它本来是个什么就是这个画，这些人坐那干嘛，所以我就乱涂。哎呀，难道这下面是葡萄吗？应该涂紫色的。啊哈哈。算了，用紫色的盖一盖吧。居然只剩5分钟了，我要在5分钟之内把它涂完。相信我可以在5分钟之内涂完的。这个白猫也涂成紫色，
两分钟，糟糕。我让这个宝宝梦梦很强高。行了，我已经大部分都涂好了，我再给他涂个蓝色的毯子。耶、yeah, ！我涂完啦！噔噔，没画眼睛，不要画个眼睛好了。这个眼睛是最关键部分，因为如果眼睛毁了，就所有都毁了。就像这种金绿型的眼睛，嘴巴就不画了吧，眉毛一丢丢，眉毛画一丢丢，柳叶眉。这里有个水笔，我在拿水笔画的。当当，是不是有点唐朝的这种感觉？嘴巴怕一夹就很丑，不夹嘴巴了，夹点小腮红好了。OK， 啊，看不见他的小腮红哈，画了一丢丢一丢丢，可以了。再给他加点金色，让他增个亮。哦，这里有点眼睛。
马上就好。你看它旁边这个也是有脸的，这个像娃娃一样的，是娃娃吗？不知道。好，变成那种诡异的娃娃。最后把这些就是加点这个亮晶晶的，我就结束了。哎呀，糟糕，把这个蓝色的刮掉了。好了，耶，还挺好看的嘛，感觉。好了，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结束到这里啦，拜拜。可是这样我也看不见他们发的东西了。我看你会玩。我们俩去这边聊天。Hello。并没有人理我。Hey, hello。今天是9月8号生日会预热，然后因为生日会跟中秋节很接近嘛，所以今天这个活动是你把声关掉。然后今天这个活动是就是也是中秋节预热，为这个玉兔上色，好像是一个什么公益活动合作的。好的，这个叫什么兔爷，就是虽然他说是个玉兔，但是你看起来他不太像是一个兔子的样子，这里是有一个人形。好的，开始。首先第一步，把这个笔涮一涮。假如说上色，其实玉兔本来就是白的嘛，其实不上色就已经行了，它本来就是白色的。呀，不小心在这里捏死了一只虫子，它现在黑掉了。先涂这个福字好了，这个福字应该是大红色。
是不是应该放点音乐，放点 BGM？ 好安静。我也觉得好安静。好，我先把这个字儿字儿这个字儿涂成黄的。就不一定放我的歌，随便放谁的歌都行。一个福字，再涂这个底色。我把这里皮全打了。来，噔噔，感觉涂这要涂一小时。涂这绿色的叶子。呀，错了。现在有点后悔，答应工作人员直播，有点尴尬。为什么答应他？当时说是一个什么，公益活动，然后说涂完的这个兔子会放在什么故宫博物馆里是还是什么的，我记得好像，然后我就答应他了，但我现在后悔了。
好了，我涂好了这个印。然后涂这个云，就下面这个云，我要涂蓝色。这个云，因为这个云面积很大，所以用这种狂暴的手法涂了，用这种狂暴的手法涂了。然后不是9月8号有生日会嘛，主题不是光嘛，就是歌单也是尽量跟光有关的，大家可以就是到时候可以研究一下歌单，对，还有意思，也是跟舞蹈老师讨论了蛮久的歌单。我觉得把这个云涂出了螺旋感，有没有很动感，那种螺旋的感觉。然后这几天在剧组，因为拍的戏是算是80年代，所以每天都穿一些就是那种80年代的衣服，觉得很有意思，穿那种很土很土的凉鞋，就是可能凉鞋刚刚有的时候做的那种棕色，就是很土的一个凉鞋，然后袜子也是那种没有松紧的丝袜，总之就是很符合那个年代特色，很土很土，但是觉得还蛮有意思。然后一开始定完妆，我觉得自己很土，就是很担心，觉得我怎么那么土。结果在片场看到那个，就是陈翔哥哥，他不跟我演对手戏，我看了一眼，他比我还土，我就放心了。他还有高原红，还好我没有高原红。他把这个云涂出了螺旋感，看着看着，
就是昨天拍的，还有一个一个抱孩子的场景，然后那个小就是真的小宝宝，6个月的小宝宝，然后他被用很土的那种大牡丹花的那个小被子包住，就很土，然后抱着他，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土，很好笑。然后那个宝宝还挺乖的，就是没有哭，我们拍了很多遍，乖，没有哭。那个加深这个螺旋的那个叫什么沟壑，让它有点层次感。沟壑是不是大家什么话题可以在弹幕上发，好吗？虽然我让你们说有什么话题在弹幕上发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弹幕，我在很认真涂我这个东西。涂得好认真，而且我觉得涂得也好看。是不是挺好看？
这两个是什么故宫博物馆出的周边吗？好像是啊，我听之前听那个 staff 说好像是这样，但也可能不是，我记错了。嗯，就是呼吁大家，就是在这种中秋这种传统的节日时候，在家里做一做这种，陶冶情操的东西。我觉得应该这种凌乱一点，不用涂的太规整，这样就反而不好看。涂完了，这个云涂好了，不涂了。接下来涂什么呢？来涂这个耳朵好了，这俩耳朵要涂黄色。你感觉有点像麦穗，涂个黄色，还是涂红色？涂红色好，因为它跟这个后面就有点像，涂个大红的，像那个孙悟空的那个。红的好看还是黄的好看？红的好看。哦，我知道，它这个兔也是融入了那个京剧的那个装扮，所以后面有小旗。那这个应该是就是大红色那个小兔子。这个兔子可以拿下来，哎，我涂出这种效果还不错。嗯，涂成了一半儿流通，一半儿再涂满。感觉现在自己特别像一个，那种传统民族匠人在这里做着一些这些东西。
自己是一个画家，直播画画的一个人。哇，这样好像三文鱼哦，像不像？好像三文鱼。告诉大家，什么叫做一个优秀的匠人，就是连这个背后也要涂。看到没，一个优秀又细心的传统民族匠人，连这个背后也要给他涂满。嗯，抽到三文鱼。有点好看吗？这样刷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像在烤串刷那个油，像是一个烤羊肉串的人，刷油。烤串还是很经验，不过还是很有经验的。我在那个先出脏道里烤过串，虽然不太好吃。创造了一道名菜，叫做桂花腰。突然工作人员出去了，只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了。那人说为什么不竖屏？因为我现在插着那个充电的充电器，竖不了。你们竖过来不就完了？哦，你们横过来。然后也是要再加深一遍这个沟壑，沟壑。让它更有这种凹凸感。好，我还想起来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刚刚工作人员发的这个直播的封面嘛，不是是深写的那个照片嘛，这个直播的封面修图就很正常，色调很正常，就我们当时拍的原图是这种，但是
但是就另一版他们发的深浅那个修图修的颜色很怪，把我的嘴巴修成紫色了，我明明涂的是浅粉色的口红。而且就很好笑，我当时拍的时候就是我们化妆啊造型都是走那种孙女路线，那种小仙女路线，头发卷卷的，然后就是那种还有那个照片上不是有什么绿绿的那些滤镜，就是有点模糊的那种，就是走那种范儿的，但是他给我修成那种，给我修成吸血鬼僵尸新娘那种风格的了，因为我穿的那个小礼服有点像小婚纱嘛，就魔鬼修图。我还在朋友圈吐槽了这件事情，大家纷纷表示认同。OK， 一对三文鱼，我看，一对三文鱼，哎，跟我嘴巴上一个颜色呢，今天嘴巴画的有点大耶。接下来涂什么呢？接下来涂它这个红领巾好，因为它正好也是红色的。现在白花花，你看不出来是什么颜色，多看不出来什么图案，多涂完了你就看出来了。是一个唱京剧的兔眼。看了红领巾，再加深一遍。偶然遇见是在什么时候？这歌感觉好久没听，好久远的感觉。我的感情分离着，吼得了。接下来涂什么呢？涂他的衣服好。他穿个什么衣服呢？绿衣服好了。他穿绿衣服，然后他下面我想想哈，这个头发黑色的，然后我穿个橘色的衣服好了，要不绿色的玩意太深，穿个橘色的衣服好了，来调个色，用红的跟黄的调个色。
那你说这个颜色，就是我去克罗地亚拍 MV 的时候，然后不是穿了一条黄色的小裙子嘛，就是我 MV 里的裙子。然后我们一开始去试衣服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那种服装的那个表格嘛 ，list。然后就是所有人看到那条黄色的裙子，就说那条裙子是我的。然后果然我最后也选了那条裙子，然后就是好笑，就拍摄的团队还有那个拍照的那个摄影师，然后最后也问我是不是问我特别是不是特别喜欢黄色，因为反正很多很多那个东西都是黄色，但其实我还好了，但真的就是所有人看到那件衣服都说是我的。啊，还有一个黄色的箱子，对，我还拎了一个黄色的箱子去，但那个箱子其实是朵朵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其实是朵朵喜欢黄色。这种橘色有点太红了，我想再加黄。感觉我应该最后挑这个橘色，因为我把这个黄色要毁了，把这个黄色弄得沾染上红色了。行了，我要开始了。它这个一片白真的很难分辨。就是画的每一个是什么部位，就这里有个球球，这衣服这有个凸起，是衣服打的结吗？还是手还是脚？分不清了，算了，把它一起脱了。感觉好像是手之类的东西。这个莫名有点像一尊佛，因为他坐在这里，旁边还有那个毯，也不叫毯，就是他坐的那个坐垫。